Hello， 姐妹们，咱家姐妹有没有好几天不上大号的，肚子里边不顺畅的，堵得慌的，不舒服的，还有肚子大的，经常坐办公室不活动的，在家里也不爱运动的姐妹们啊，大家可以去吃一下这个酵素果冻。这个酵素果冻呢，里边是水果蔬菜发酵出来的那个酵素。孕妇、哺乳期宝妈不要吃，其余的都可以吃啊。大家就是吃完之后喝一杯温开水就可以，一天一条，然后第二天好几次大号。如果你想去吃大餐，在吃大餐之前吃两条，吃完大餐之后再吃一条，这样的话第二天啊就全部都出去了，一点都不会增加负担。姐妹们，大家如果有需要这个的，可以去小黄车去拍，然后呢给大家发九盒，赠三盒发九盒啊。是这么吃，吃的时候就是细嚼慢咽，嚼得越碎呢吸收越好。然后喝一杯那个温开水，平常白天也要多喝水，这样可以加快你的新陈代谢，然后促进肠道蠕动啊。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吃一条就可以啊。然后每天一条，多喝水，它可以促进肠道蠕动，一天好几次，很顺畅。姐妹们，大家如果有需要的，小黄车可以去拍，赠三盒发九盒啊，一盒里边是五条，一共是45条。